大手笔买学用品，顾孩子健康，妈妈拼了。多知识，还有他怕近视，我就买了一个成长型的，那个不便宜，好贵，对，算便宜了，但是我们都有，对啊，可以到高中20000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上学上了2个礼拜之后，我竟然说还有脊椎侧弯的，哇！放学大家去买了一个3200的书包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花3200去看医生呢？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